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？要是我不提前回来，我怎么能看得着这出好戏呀？您这又是在唱哪出啊？又拿离家出走来威胁我是吗？啊，还带着新月？ 新月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到爸爸这儿来，来，放手。 你是疯了吗？放着好好的日子就不过了是不是啊？好好的日子，我过的是好日子，失败的压抑日子，我受够了，我不过了。你不过了是什么意思啊？ 你是要跟我离婚吗？别闹了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连离个婚的能力都没有，是吗？我活着就是为这个家付出了，为了老公。 为了孩子，连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。我干嘛要这么过呀？我嫁给你就是受这样委屈的吗？顾家伟，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。什么是全职太太？你知道什么是全职太太吗？全职太太。 把人生和精神贡献给了这个家，到头来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是吗？那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过了。你是要造反吗？我还把你当乞丐了？什么叫没有价值？这么贵的箱子没有价值吗？这么大的房子没有价值吗？ 箱子里的东西不是价值啊！你从上到下穿的东西不是价值吗？一点价值都没有。爸爸妈妈，别哭。我告诉你，你离开我，出了这个门，那才叫真的没有价值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吵架了。 现在不哭啊！你希望爸爸跟妈妈离婚吗？不希望。